送邀请函。从统计数字上看来，我们老百姓对司法人员的信任度是很低的。司法改革既然是人民内心有一个渴望，这个领域个人不是非常熟，所以才有一次遇到黄国昌，我跟他讲说你来做就好，因为这个领域我实在是不熟，每一个领域专长的人嘛。黄国昌当然是个人才啦，他愿意帮忙很好了，但是我觉得这也要看个人意愿，自然就好。我后来才发现，有时候动作做太多也没有用，徒增惹人讨厌的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716的活动，把它办好。那至于说2024的总统大选，乃至于其他接下来政治上面啊的竞合，都不是现在关心的重点。彼此之间的关系跟支持，其实都是构筑在理念的认同上，以及对于能力啊的肯定上。而去年的时候，我挺黄珊珊选台北市，在那个之前，他没有跟我拜托过一句话。那会做这样子的选择，就是因为我认为他是一个才。各个党派、各个颜色，当然都有各自的立场，但是选举就是选与能，选能力最好的，选理念最好的。关于这两个题目，我们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熟的啊，有的时候比较不熟，方向都一致的。7月16号上台到这个我们店位去支持，有通知我们那些党公职的，不要用党的名义去参加。那我今天来到这第一个地点，心情是相当好，而且是很期待跟主席见面哦。他也答应当天要去。